网易文创顾晓坤，网易文创如满天繁星，每一颗都足够独特，照亮品牌的天空。10月13日，在第十四届国际创意节网易专场上，网易传媒旗下创新内容品牌网易正式对外发布全新品牌 slogan 有光，以高度精炼的具象化表达，向社会和行业传递正面、温暖、柔软的品牌形象。金投赏现场上，网易传媒内容品牌发展部副总经理发表了以用发光内容塑造闪光品牌为题的演讲。第三，光能激发能量。当好的内容抵达对的用户并触动他们，用户爆发出来的势能带给品牌的价值远远超过内容本身。相信大家都来自于全国各地不同的城市，我们也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内核和特质。